嘉义县是农业大县，种树农业的民众真多。农业政策有关着农民的生产甲生计。三号嘉义县国本学堂试验室启动，培训嘉义县农业精英。立委陈明文特别莅临参与，关怀嘉义县的农业提升，特别提起着7月2号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农田水利法草案。水利会将改制升格成为水利署隶属农委会，改制了后，农业灌溉区将极为扩大，加惠农民。嘉义县是农业大县，种树农业的民众真多。农业政策有关着农民的生产甲升格。三号嘉义县国本学堂试验室启动，培训嘉义县的农业精英。立委陈明文特别莅临参与，关怀嘉义县的农业提升，特别提起着7月2号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农田水利法草案。啊，张南立法院吼啊顺利通过吼农田水利法的一个修正草案，那已经正式三读通过啊。最主要吼啊，就是把咱所谓啊水权吼啊国有化哦啊，嘛不啊啊维持吼啊现阶段的咱所谓。啊，咱的农民的吼啊，水权吼啊，当然吼，咱把所有的水利会财产吼啊，嘛国有化吼啊，一切吼啊，拢总吼啊，来由政府未来吼啊来啊替啊农民做啊灌溉的一个工作。那最主要吼啊，咱过去咱大家拢知影吼，咱的灌溉诶这个啊区域吼。啊，无法度全面化，吼啊，有诶就是吼啊，爱必须要停灌、轮灌吼等等。那这一次啊，我们修改以后，我们啊农委会未来吼会让整个咱诶啊灌区吼会扩大，哦，也就是说吼，咱过去有一寡啊轮灌的部分吼，未来我们会啊全面吼啊来做吼啊这个啊水利的一个工作吼，所以对咱诶农民吼是绝对有。帮助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好啊，没有坏啊。所以这一次啊，是政府啊用足大诶这个决心啊来做这一次的一个啊改革啊，让啊水利会能够改制升格。水利会将改制升格成为水利署隶属农委会，已经分设17个分署。改制了后，更加厘清区域以及设施，对农业灌溉区将更为扩大，加惠农民。最近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县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